心的旋律，听不听那些甜蜜的回忆，总是不小心就淋湿了我的眼睛。太夸张，真碰不到，好不好？你打他都直接拿音箭。小黄的血十万呢？我的血倒是没什么差啦。我血没变呢，为什么他们血可以到四五万？你看，是啊，是啊，血为什么这样？还是说那他那个 bug 是死掉以后血量就会增加、啊？我血19万、欸，夸张！我是血没有再飙上去了啦。我天赋没有换了，我好白痴。我天赋有换啊，装备也有换。哎、欸，他们开 BUG 现在才3000多。水丘是预料之内的事啊，所以到没关系啊。我们就说啊，你们都用 BUG 啊，你们这样赢得很开心哦。哦，还敢吃，不要脸。还开谜样啊？没关系啊，他们赢就他们赢，反正这个游戏也不值得我们赢。大家一起去打LOL啦！对啊，大家一起去打LOL。上个礼拜早跟传奇讲过，说他没有开 BUG， 不改就是不改。完了，十几个人打、啊。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换贴布，我好厉害。更趴了，太多人。怎么那么多人坐在家里？差2000呢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要开两千了。变成22万，我血变23万。哎、欸、呦，看我血开始往上飙嘞，快7万了。我现在10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补师加加害我血变厚还是怎样。等到我补师，我自己加加，我都补到5万了。我血刚飙到6万7，可是现在又变回来了。就10万的都还可以打过去，那个破15万的是怪怪的。哎、欸，掉回来，掉回来！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掉回来了？有，我的血掉回来了。我已经没超过6万了。原本血飙6万7，现在变5万8而已。是啊，重点是干你是杀小，为什么？超屌的啦，那个血飙率太差太多。不传你。爸爸。
你们在写多少？黑乎，啊，黑乎干掉了。你写多少？写五万八。血又在跳了，血又稍微回升了一点。复活最准的啦！哎呦，你看，我刚五万八先飙七万了。不是，我现在九万了。不是，太夸张了啦！要么不跳，不然跳就跳超高。因为我死掉没有开大血。我刚刚有开大血，可是刚开大血最多只有到六那个六万七啊！现在开大血我跳到七万了、欸。我已经又要破十万了啦，干！他一把你血往上飙，我要跳一下，跳一下，有点夸张哎。都莫名其妙往上升，有人九万八了，我现在九万二，快比犯贱就对了啦！现在怎样？我开技能加血到二十五，密斗回了。哇操！二十五哎，然后死一次没有，你死一次复活一次血就加三千，一直这样叠上去。我认为是这样，不然的话血没有理由可以飙那么快。我在加那一次血变27万，血又降一点了，降2000。十七万，你怎么弄的？我技能开下去，现在是三，作弊哦。31万。哎、欸，我血又降下来，又降又变到五万九了。那血真的跳一跳去落差很大、欸，都莫名其妙。季荣报个血30万哦。谁？我都想借你30万，小鸡他们说你拍 PUG 啊，我觉得好笑。对啊，他们故意的。哇，血又上来一点，又到68000了。又掉下来，掉下来了，又掉到8万多了。他也10万了，到现在还不成功使用，他们应该会在时间以内到5000。刚才差困难的，哎，冰小人是有换工会哦。知道。啊，没有，没事。